由細到大都覺得消防員呢個工作係唔容易嘅。火災咧係根本係一個好恐怖嘅情況。當有火災發生咧，唯一可以救到我哋嘅人咧，就真係消防員。入到火場，嗰種危險性係比我哋想像更加困難。這個職業咧，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神聖嘅一個工作。